别提他俩了，哼，这大儿子前一阵子刚走了，这二儿子呢，前一阵子回来，把他哥的身份证什么都拿走了，说是给他哥去销户。这是马学员的身份信息，并没有销户。儿子，查他的票务信息。哥，这人不都死了吗？让你查你就查，赶紧的。哎，真是活见鬼了。这死人居然坐了昨天去珠海的火车。终于知道这小子去哪儿了。马世元死了之后，马世才用他哥的证件坐了去珠海的火车。所以他之前订了一张去美国的机票是为了误导咱们。极有可能。警察被我耍得团团转，现在肯定以为我不在北疆了。等风头过了，过两天咱们一家人就远走高飞。